大家好，我是王源，今年17岁，差不多我是网络文学的同龄人，在我出生的时候差不多网络文学刚刚出现，当我开始学着走路，它也在蹒跚着向前，当我开始认字，它已经由无数的键盘创造出了崭新的世界，当我渐渐地长大，它开始走出电脑，出现在电视里，被拍成电影，进入了手机，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。现在我自己有幸参与到了网络文学 IP 作品的演出，我的第一个古装角色就来自青云志，接下来也再次有机会在新的作品大主宰中饰演牧尘一角，希望能有不一样的表现。成长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，网络文学经过了10多年的发展，已经长成了一位翩翩少年，今天我就将这位与我同龄的优质少年推荐给大家，看看他今年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优秀的影视改编 IP 作品，请看大屏幕。荣耀冰驰手机2017阅文超级 IP 风云盛典年度推荐影视改编 IP 择天记，作者猫腻。根据600万粉丝收藏的超人气小说《择天记》改编，同名电视剧于2017年火热播出，连续7周稳居同时段收视率第一，网络播放量近300亿，成为近3年来非假期档周播剧关注度最高的影视作品。